哎呦！怎么突然诈尸？哦，不痛不痛，我跟你确认。啊啊啊！纪晓，老板，这肉没熟。哎，纪晓，你是不是装醉报复啊？我没醉，接着喝。哎呀，以后不能喝，少喝点。我可不跟你喝酒。 赶紧睡。你谁呀？为什么在这儿？长得还挺帅。哼。嗯。哥帅，哥自己知道。你别说话，我要把你藏起来。哎。 纪晓，你还让不让人睡觉？哎，电话响了。肯定是严谨，家伙一天到晚给我打十多通电话，烦死了。啊，你说那个严谨成天到晚骚扰你啊？那他是不是特别讨厌？也不是很讨厌，其实，哎呦，我肉挺可爱的。